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先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陈绮珊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因此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当中拥有许许多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年轻的师姐曾灵慧曾师姐，来到的是杨梅教室，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年轻的师姐。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杨梅教室22届班长曾灵慧。阿弥陀佛。您好，今天很难得我们要一起在这边工作了，跟大家分享您个人的这些学修经验哦。年纪轻轻，但是在宗门里面的资历，学姐来了。也还好，也还好。对。我赶快来自己介绍一下哈。我之前的哦。也没有到很资深，就是之前我是在有参加过暑期精进班，大专暑期精进班，我是第六届的学员。那时候在大安寺的。对对对对，在大安寺。然后后来就是跟着我们讲师，就是一路，然后就他在杨梅这个区域，然后开始办初级班，我就在一起在这边一起念初级班，一直念到现在。蛮好的，真的是我觉得是佛缘蛮深厚的。小时候妈妈是有讲，她说有很多宗教团体都一直讲说，那个请你女儿来我们宗门来看看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以前就是很多那种宗教诈骗，我妈就说不要，先不要。然后后来是她是在市场遇到我们讲师，然后我们讲师就说你女儿就是要不要来去我们的大专班去读读看，然后我妈那时候跟我讲，我说我不要。然后大二的时候讲师就说又有了，要不要赶快叫你女儿去，然后我又再跟她讲我不要。反正一直到了大四快毕业，讲师就说你再不去之后没机会了。我说好啦，那我去看看。我当时我就自己一个人搭车到大安寺去，我那时候看了一个师姐，我后来跟她很好，然后看着她我想说如果她回家我就回家。然后后来那师姐我们之后多年之后才聊起来，我说当时我就想说你如果回家我就跟着一起，你才把这句话心里的话讲出来。然后他就说我当时也看着我，你如果回家我也一起回家。后来我们两个人其实在那时候都没有说出这句话，我们一起从一开始一直待到最后，包含收东西什么一直都一直到最后完结就全部结束了。我爸就在打电话说你该回家了吧，女儿啊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对，然后我就忙完了没，我说我还想要在这里在那边再多待几天，我爸说你再不回来我就断你经济。后来我就好了，就再把行囊背背就回家。隔天就是星期六，那时候师父在什么国父纪念馆那里就是有弘法活动，很早的时候，很早之前。然后我又跟我爸说那个中文还有活动，我要再去那边帮忙哦。我就再背着我的行囊又再去了大安寺。我爸说现在是怎样都不要回家了，是不是？是是。那其实这个参与活动就让我们很自然的融入了，对不对？哈，那那时候的大专班，其实是大家鼓励你去的，对，没有人逼你，对不对？没有人逼我，只是就是说我那时候因为刚毕业嘛，就是想说要找工作，然后同时因为我三月的时候就已经从台南回来，然后就开始找工作，一直找得很不顺利，然后讲师就说你们去看看啊，什么什么的，就去。参加一个活动，参加这个活动，对，还蛮有意义的。对，就想说，好啦，就当做去多认识的。去了之后就觉得说，可恶，我应该大一的时候就应该来。你看，我可以在这边可以认识很多的人，而且是
各种不同科系的人，然后你就会知道哦，其实人有很多的不同面向，对啊，不是就是我们某一个科系的那个样子。对，那在这个易经跟风水的学习里面呢，你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自己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完全一张白纸嘛，对不对？对，没错。可是进入了之后，您觉得您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真的好奇妙，然后你很有兴趣，真的完全引发出你的内在这样。没有错，就是当时就是会觉得说，哎，就是一个杠杠，两个杠杠，然后就可以变化出这么多个卦象出来，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好像就是很简单，其实实际上你深入了解之后，哦，一点都不简单。是的，那要是很多一些生活的经验的累积，你才可以比较会去解卦，会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义。其实我解卦方面没有很行，但是就是会，我们以占完卦之后，我就去问我们讲师，然后讲师就会这样去就是一点一滴的，就是帮我教我们，所以你要从不同的面向来看啊。我可能我比较单纯，这又是另外一个学习。是的，我就是从适应方面去看。可是讲师说，哦，有的时候你不是只能这样看，你要从各方面，就是各种角度去看。这就跟于就像，因为我在科技业工作，有的时候你不是只有单方面去思考说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解决，你可能要从可能是反向思考，或者说你从别的人的角度去看这件，就是这一个产品的问题到底是出现在哪，我们才好去解决它。对，所以这是我在从易经的方面去运用到就是工作上面的另外一种用法这样。对，那您实践了哪些方面呢？比如说针对哪些问题你用易占卦特别多，还是曾经为亲朋好友哪些问题你实际的去用易占卦的方法然后帮助他们？用易占卦，其实我比较就是之前占卦是找工作方面，因为我们学了之后就要运用嘛。当初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A 公司，可是占卦出来之后发现我在那 A 公司可能会赚不到钱，或者是说可能在那里会有比较多的波折，但是我个人呢就觉得说我就是喜欢那一间，然后我就去了，确实在那边真的是也是学习，也是学习，哦，亲身去经历，去经历，去证道，就发现哦，对，果然就如同卦象所示。因为我其实忘记了卦象什么，我只记得说去那边会有很多的，就是波折。记得卦的结论就是，对对对，我记得就是然后去印证。讲师就说，其实那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就是没有像你表面上看的大家这么的和乐，其实实际上他们其实内心勾心斗角什么，说应该不会吧，就去了之后发现确实真的他们内部的勾心斗角非常的严重。然后我在那边也确实也是待了可能大概六个月，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再去找其他的公司了。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真的占卦其实就是让我们去吉避凶啊。如果说人就是像我，就是比较那种我觉得我不是很相信，但我想要去试试看会不会是有不同的方面。因为之前我们在大专班的时候，师傅有说所有的选择都是对的选择，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来冲冲看，就冲我就说好，对，好，是那卦象果然说的是对的，不要再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对，所以真的是神不欺人啊。对对对，而且在卦里面神机照于动。那在风水方面呢？风水方面，其实我们家之前住的地方其实非常的不如法，因为就像我们家正门口出去就是电梯，然后再加上其实家里面还有一些我以前不会看啦，就是我觉得在家里面就是我们很奇怪，一进家门就会大家都会吵架，脾气非常的不好。然后尤其是像我弟弟，然后他当时因为可能我们一直觉得是青春期，然后他常常就会出去跟人家打架啊什么那些的。后来发现，现在想想，因为他的床后面正好是我们家厨房灶位，就是那个瓦斯炉直接对着他的头，所以其实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然后家人就常常会为了他然后就吵架，然后还有帮忙他赔钱什么。当我们搬出来这个地方之后，像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然后住在那边就其实就平安了很多。因为我们当时也是有占卦，就是看住在这里那居家是否平安，然后占出来的卦其实就是讲师看说这里以前可以，然后我们就下住在这里，就是弟弟现在就是平平安安的。对，自然而然就是带给我们的影响磁场就是相对的就比较平稳。就是家里面就不
还是会吵架，因为家人嘛，都一定还是会吵架，但是起码就是不会像以前，就是说莫名其妙的这一些，对，就是你在外面都开开心心，一进家门就开始在那边吵架，怎么回事？对对对，然后也是因为其实接触了中门，然后妈妈也是有开始就是有在念经，所以其实家里面其实很多的不平安都是妈妈诵经把它化解掉，对。所以你观察妈妈诵经她是如何诵经的呢？以前就是她刚接触讲师的时候，讲师就请她诵那个天德经，然后她以前我们家住在那个不如法地方的时候是没有地方可以让她诵经，她就在电视，就她就在电视机旁边有一种没有电视柜，她就跪在那里就是在那边念经，虽然说其实在那边也不是念的也不是很如法，但她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她自己的小净土，就在那边一直念，然后念了之后就是比较家里面比较平安的，然后我们后来也是顺利的把那边的房子卖掉，然后就住在现在的地方之后，就有一个我们就规划了有一个他的一个诵经的桌子，我们在上面就是放，其实我们家没有安父那个公妈没有，所以我妈就是直接在那边就是一个桌子，让他在书桌让他坐在那里慢慢的念经，他也是每年大概就是两千步一两千步这样子在念，然后没带小孩他就是就念经，是是，对，是是。然后他，因为我们家刚刚师姐有讲说风水，其实我爷爷奶奶的那个，我爷爷奶奶他们是政府撤退来台湾的，就是算是，那叫什么？政府撤退来台的，就是算是第一代的，第一代，对，第一代。然后他们也不懂什么法，然后他就是随便一个神主牌位就直接写双星式，这是第一个步法，然后另外还有个就是，我怀疑我们家的那个祖先的那个位置是盖在火坑线上面，所以其实我们家我爸爸这一代，就我这一代之后都没有再生小孩，然后我妈妈就是一直诵经，一直诵经，一直诵经，就是也不是说祈求说要有小朋友，而是祈求大家平安，所以这样子诵经下来之后，那个我们家就我弟弟他今年就是结婚了，生了一个小朋友。因为诵经的功德力让我们家终于有后代，对。对，是是，所以这真的是曾经有人问了您相不相信奇迹，对，但是我相信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奇迹，然后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经由一个原本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得到了一个釜底抽薪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没有错。然后其实在就是在我妈妈诵经的过程中，其实她还是其实会有一些模考在，其实因为她有时候她说我每天诵那么多经我好累哦，然后我就说你最好不要有这种想法，就还是乖乖的念吧。他只要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是我弟，他就那时候那一阵子就非常脾气非常的不好，但我妈妈就是好好的在念经的时候，家里面就是这样平平顺顺的，就是没什么太多的就是问题存在这样子，对，就是很明显的你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对对对，妈妈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有诵经，家里面就真的是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然后妈妈只要稍微怠惰了一点就会变得就是可能会有一点家里面会有点小争吵啊什么的，然后我妈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诵经，我说这是很自然的对话耶。对，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诵经？”我说：“我有，但是不多。你是，这是你的专业，地家女主人这样子。”对，我说：“这是你的专业，我这种业余的就我一点点就好。对”对，我没有我妈妈诵的那么多啦，对，我妈比较勤劳。教室里面的师姐有两位，像是这个美容师姐，对对对对，正班之宝那种感觉。对对对，美容师姐跟瑞儿师姐确实是我们教室的，就是诵经 top one， 对，上万步这样子，对，都是上万步。然后因为美容师姐其实她好像是药剂师，所以她会在上班的途中，她就会偷偷的自己在那边诵经。然后瑞儿师姐她是不是在家里面，她也是就是利用时间她就会诵经。我妈她是一种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的人，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的人。你看美容师姐她已经弄了念了几千步了，你要不要跟她就是看齐，对，她说好，你只要帮我带小朋友我一天可以念个50步，我说好啊，那我叫弟弟把小朋友带回桃园去，然后你自己在她真的就是她就真的是早上起来换好衣服祷告完之后就开始坐在那里诵经，
上到我下班，哎，你还在念经呢、啊？就是他把念经当做他的上班时间，他真的一天可以念50部。嗯，对，天的经真的很棒。他哪一天50部没有停的、啊？他没有停啊。然后我就说，哦，那你真的很棒哎，你加油哦，家里面就靠你喽。是是是是，所以在维新圣教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嗯、在家修行，但是我们除了、嗯、自己的家庭事业工作在忙碌之余呢，总是希望能够善用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嗯、让自己的人生不会荒废了、嗯，让自己的人生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有产生加成的这个意义，这样。嗯、所以这个诵经呢，能够。为自己还有为长远更广大的社会大众达到一个利他的一个等于利益的时候呢、嗯、我们真的是在师父的鼓励之下非常努力精进的在做。嗯，对。在这个部分您自己诵经的心得或者是感应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踏出第一步的？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诵经的人，可是当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师父有时候会开出一些功课的时候，我会想说，其实有时候空想，就是我只要想说，哦，我明天我再去送10部好了。你这样永远的规划就是永远是明天过明天。你真的要踏出那第一步之后，我就每次是本来想要去诵经，然后好吧，送个2部也好。但一坐上去之后，我就开始念了2部而已，不太好，再继续念。就是可能坐在上面之后，你只要踏出那一步之后，你就是可以完成它，而且你原本预计可能是2部。我通常只要坐上去之后，我就开始一直念，念到可能10部，然后或者想说，哎，10部时间还很早，那我就再继续念。对，但是我要去踏出那一步，是我自己要跨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门槛。对，是是，我想，应该电视机前面会有观众朋友，如果有诵经的经验的话，嗯、应该也有会有跟你产生相同的感觉。对，对对没错，这真的是很重要的。嗯，就是我会让我自己啊，就是先设定好自己的，就是先设定好我可能今天不要让自己有太高的，就是说哦，我今天可能念了10部20部，但我想说2部好，我就先去试试看。就当我坐上去之后，他说哎，我今天可以2部之后，我还可以再继续念呢。然后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再念个5部10部这样子，慢慢的这样，我就可以把我原本预想要，就是觉得我可以超过我自己预设的啦。对，我觉得我自己很棒，我就可以明天我可以再继续，对，给我自己有一些鼓励啊什么的，让自己可以就是再继续做这件事情。嗯，对。我在这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除了分享自己的这些生活上或者是学习上的经验以外，也希望呢能够带给同年龄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一个你自己的最实际的一个感受，就是在学习易经佛水之前，来到维新圣教这个环境之前，跟现在。一直努力精进，累积到现在，你觉得自己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累积过程，应该会是怎么样？那有了这样的累积的过程，不后悔，而且觉得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加入这样。对，其实在大学的时间，其实我没有接触到中门的时候，我其实是那种得过且过的，就是啊，算了啊，就是事情，就是人家完成就完成了，我不一定要去参加。后来我加入了就是大专班之后，甚至于现在念初级班正级班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好像缺一不可，每个人其实都是要来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但我不会去勉强别人，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要先做到，我才能去叫别人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就会觉得说加入这个宗门，其实看到大家都这么努力，你就会觉得说好，我也跟着一起努力，就是一起共转这个法轮。嗯，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自己不再是那种我是局外人的那种，就觉得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一份子。对，我加入宗门之后会有这种就是不同的观感的。嗯，所以如果是想象自己还在没有加入之前的一个状态的话，对，可能目标性就是本来就是目标性不明显的人，对对 对, 对，比较弱的一个人，对 对, 对，怎么样好像都好，对。可是加入了之后就能够更加的积极的推动力更强，对，就觉得自己是缺一不可。嗯，对，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维新圣教。是，对，是。那您现在的这个工作内容大概是哪一方面的？我是在半导体业，嗯，对，然后是负责测试的，然后是很紧凑的。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你做出一颗 IC， 就是你要马上要让客户可以用，
这些是因为其实半导体业非常的竞争，他们就是可能你这个东西如果别人家晚一步出来的话，你就赚不到这一笔钱。嗯，但是你知道每次洗一颗 IC 出来，其实都要花好几洗一次就要带好几百万美金。嗯，对啊，你如果这一波没有跟上，那其实你就是亏本的。对，所以其实老板都是发条的，会上得很紧，就是要逼迫你要赶快，你要这个要验证好，验证好马上就要给客户。嗯，对。所以我跟我说，其实你们要不要占个卦，看要不要这个客户到底可不可以买，这样会不会比较快？嗯，可是大老板其实不太信。嗯，对，那就没差。对，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就好。嗯，是。所以在这个修行路上，是母女同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没错。嗯，今天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呢，跟我们大家还有各位年轻的这一代的朋友呢，来做一个自我的分享哦。嗯，谢谢您，真的非常宝贵，谢谢。谢谢阿弥陀佛。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当然我们在这个微信大家庭里面，各个年龄层的师兄师姐都有。那么也希望自己学好了这些智慧心法之后呢，能够带给自己更多广大的亲友，还有同事啦，或者是不认识的有缘的朋友们能够一起来接触到这样子的新智慧心法，那大家可以更加的平安，更加有智慧过自己的每一天。谢谢您的参与，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